这一把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结果穿越擎天之安打，敲出安打的是王胜伟。嗯，王胜伟的状况是好的啊，对击球的那个点拿捏得很好。 看看哈，这个球哈，击球的一个时间点哦，几乎差不多就是顺势一挥，也没有全力挥击，差不多就六七分力的一个挥击的一个击球动作。雷少跑着走了，第一个球就起跑传二垒传过去 ，safe。起跑实在太好了。对，这个 play 其实还蛮接近的，陈俊辉这个球也传得还蛮好的。陈俊辉这个球传得很有水准，而且费古洛的动作也没有什么耽误。 重点在哪里？在王胜伟抓费古洛的往本垒投的那个动作，有偷跑半步，这个偷跑半步决定了最后脚先到。